在主持人讲完话呢，马上就要登场了。还没移动你的脚步过来的朋友们，赶快把握最后的时间。我们第一场呢，马上要带给大家花卉新人型的女孩，马上就要为大家带来精彩舞蹈表演了。即将呢，在表演后之后呢，马上准备了更多礼物要送给大家。所以现场等待的朋友们，掌声可以借给我吗？我们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 Seven 这个女孩为大家带来这段精彩的舞蹈表演。
那接下来呢又到开心送礼物的时间了，所以请大家脚步往前一点点。